各位好，我是 Winnie。其实我在2010年嗰阵时已经开始食 ring soul 噶啦。咁我想分享一下咧，就系嗰个 soul red 同埋嗰个 bright。嗰个 bright 咧喺个几两个月之前咧，就香港咧就已经有个送俾我哋食嘅。咁我就开始去试，因为我自己细个嗰阵时撞过车，咁变咗咧就成日咧就都会头痛嘅，咁个头痛咧就好似触电咁样，咁咧就要食好强嘅止痛药嘅。咁喺前一排咧就我啱啱又系头痛，咁我就开始试下食一个 bright 食一粒，咁15分钟之后咧，佢真系一啲痛都冇，好舒服个头。咁我就開始每一日都食一粒。咁喺與此同時咧，我就開始食嗰個 soul red， 我就試嗰個 soul red， 睇下嗰個效果係點樣。咁我發覺嗰個 soul red 咧，因為我每一晚瞓覺咧都瞓得唔係咁好嘅。咁但係嗰個 soul red 加埋個 bright 食完之後咧，我可以11点钟至6点钟夜晚嗰段時間，是不起身，即是可以到天光才起身，同埋瞓觉咧系瞓得好熟睡嘅。咁同埋有一个好神奇个效果咧，就系我个面咧嗰啲水肿啊，同埋我系消咗好多嘅，咁成个人咧系 firm 咗，咁同埋啲皮肤咧都系白咗嘅。咁喺我上个星期日开始咧，我就试 soul red。一日3次，每次2包，我做一个 testing 咁样。咁第一日，咁我就食到第二次嗰阵时咧，我发觉嗰个淋巴咧就开始有少少痛嘅，因为我嗰个淋巴系统咧，我系成日都有事嘅，成日都即系觉得系好容易咁嗰个免疫系统咧好容易有事，我要睇医生。咁但系我食到第二次 soul red 咧，我就发觉，咦，嗰个淋巴开始已经喐下咯喎。咁到第二日啦，咁我就觉得，那个胸部嗰啲乳腺咧就开始通啦。咁就通咗10几个钟头到咧，咁即系嗰个乳腺左边通完咧，就到右边通咯喎。咁到第3日咧，咁嗰啲关节咧又开始喐，即系又好似又喺度做紧嘢咁。即系我觉得个 soul red 系好神奇嘅。咁依家咧，我食到第4日啦，咁我发觉咧，我全身啲关节咧好舒服，咁个头啊又好舒服，即系成个人好轻松嘅。咁我觉得呢个效果咧，对于我嚟讲咧，系我从未试过系咁快，同埋系咁 powerful 嘅。咁我嘅分享就系咁多啦。